贴心好爸爸。刘恺威排队接小糯米放学。近日，网友在微博晒出在香港街头偶遇小糯米的照片。刘恺威反戴了蓝色棒球帽，穿着一身黑色运动服。他到达小糯米幼儿园时，门口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伍。刘恺威跟着小糯米奶奶走到队伍后面乖乖排队。门口接孩子放学的家长除了刘恺威，清一色的女性同胞看到眼熟的大明星，戴墨镜的阿姨笑得很开心。刘恺威接女儿放学，刘恺威除了拍戏就是往返香港照顾小糯米，粉丝也 get 到他女儿控属性，想偶遇刘恺威，蹲点幼儿园没错的。粉丝总结，事实证明小糯米幼儿园门口是偶遇刘恺威的最佳地点。自从新剧停拍之后，刘恺威就待在香港安心当奶爸。3月17日刘恺威离开剧组返回香港探望小糯米。刘恺威拎着六大箱行李回港，不知情的粉丝还调侃他想搬家，网友花 6666.66 元问郑爽对前任的态度，两个字的回答，听着没毛病，爽妹纸又上热搜了，这次的话题很吸睛啊，回答对前任的态度。关于这个前任，很多人都关心说的是谁，张翰还是胡彦斌，但不管是谁，反正都过去了，郑爽怎么回答的才是重点，不对吗？毕竟这个问题可是网友花了 6666.66 元提问的，郑爽妹纸的回答很简短，两个字，尴尬。看到只有两个字的时候，各路人马为花，前提问的人打抱不平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你们想听到什么样的回答？尴尬不是很正常吗？有的分手了能继续做好朋友，但有的就是很尴尬啊，这么一看没毛病吧。其实吧，最近郑爽因为问答这件事没少引起争议，前几天橘子君也统计了他回答网友的问题。没看过的来回顾一下，今后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吗？最好是个男的。分享一件吹过最大的牛 X。我要当演员，你是抱着什么心情去对待微微一笑的？就是当工作吧。花一块钱看郑爽说段子，这买卖不亏。爱我吗？还好吧，你呢？像上面都是便宜的问答， 666.66 元当的问题就没那么随意了，毕竟粉丝是花了大价钱，肯定的深思熟虑的问。同样是关于择偶条件的问题，郑爽第二次的回答是这样的，那对待感情你是怎样的人？粉丝连续四个问号，郑爽回答了19个字，暂时不想待在娱乐圈吗？关于外界质疑你得了抑郁症有什么想说的，这位粉丝真是问到点上了，郑爽的回答就依然很简洁，不过也是说出了他的真心话。前面两个价位的问题都看得差不多了，最后是 6666.66 的问题，问的是郑爽对待娱乐圈出轨的看法。人人平等这四个字，我是真心挑不出来哪里不对，讲真，没发现郑爽还是个潜在的段子手。最后一句惊，毛阿敏老公被坑10亿美元，仍列胡润富豪榜。近日2017年胡润全球富豪榜发布，毛阿敏的老公解之坤虽然被爆出在一项海外投资项目中被坑10亿美元不翼而飞，但仍以175亿身价名列全球富豪834位。2017年胡润全球富豪榜解之坤是中植企业集团的创始人，2014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中
他以120亿身价位列大中华地区第197位。成立于1995年的中植企业集团，从木材生意起家，现在的主要业务已经涵盖投资、并购、资产管理和产业基金等等，拥有多家全资控股子公司，参控18家上市公司，总计资产规模超过10000亿元。今年2月，解职坤一纸诉状，将去年曾陪同一起欧洲考察的 Zino Group 高管们告上了法庭，指控这家公司的高管通过欺诈行为获得秘密利润。根据诉状，解职坤称在2014年出资人民币58亿元，当时和 9.4 亿美元，帮助设立 Zino 以及资助 Zino 收购了两家国外企业，但不久之后，解职坤称不知道投入了58亿元，最终投资了什么，自己并不知情。Zino 不回他的电话，也不给相关信息和文件。于是，解职坤的一位代表在伦敦连续两次给 Zino 发了信函，要求了解资金去向。但奇怪的是， Zino Group 否认拿过解职坤的 9.4 亿美元投资，称没这回事。最终双方还是没谈拢。今年2月，解职坤向开曼群岛法庭提起诉讼，指控 Zino 高管合谋诈骗钱财。此事件被华尔街日报报道后，迅速传遍了社交媒体。3月21日， Zino Group 发布了一则关于不实报道的澄清声明，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存在多处对 Zino Group 及 Zino Group 管理团队的不实报道，已对 Zino Group 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，损害了 Zino Group 的良好声誉。至于哪些是不实报道，该声明并未指出。有趣的是，如果解职坤的确在2014年投资了 9.4 亿美元给 Zino Group, 那么这笔买卖太值了，那时候正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高点，如今这笔钱折合人民币约合 64.71 亿，三年间仅汇率就净赚6亿人民币。而2014年由于外汇储备增幅很大，并不像现在这样资金难以出海。9.4 亿美元到底有没有丢，目前还是个谜，双方都没有透露更多。但据了解，这一纠纷直接导致解职坤后续在 A 股的资本运作计划失败。